多谢你今日出卦我听，这应该是我这世人收到上好的信，对不啦？无啦，应该是我甲你说多谢才对嘞。安尼我才知影，原来我的歌声会让我那么这么感动的。你竟然跟你的头家是共生桥，你看你怎样？我敬重你哦，你莫老准讲你的声音跟阮三爸就熟的，你莫非我就当作无看到哦？你若是无认真做事了，我是会当进来面头前给你点知无？我知我知，头家你啊，我知。你进行有什么秘密的情报啊？可以让你阿串。哦，我来讲，这里底啊，拢是迄即附近啊，真好买旗舰店的喎。你发的迄 DM 啦，拢第一只。你去叫人偷摕了？无啦，什么偷摕？我来教啦。啊，我就去因迄发 DM 的所在啊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爱就一直好，一直好啊，爱就真侪啊。我看啊，你今仔就烦恼因旗舰店该无的代志哦。当然嘛烦恼，因旗舰店的活动啊，办个这么大呢，而且还有迄事务呢，迄租金呢。哎，一定办得最厉害。因的生意哪好，对咱来讲是良性竞争啊。上加就是用手段甲咱抹黑，打击咱的卖场啊。对啊，我嘛是烦恼，硬出一招啦。啊，还是讲我来叫迄苏文哦，去遐做失败，啊，甲迄刘小气淡者，看要出什么奥博。哎呀，凯文迄个人啊，袂当去相信了啦。凯文这个人袂当阁相信啊！事实安尼讲就对啊啦。哎，李哥兄，你来。哎，讲话啊！哇，你莫咁为难呐！哎呀，紧讲话啦！要讲啥？你要讲话哦。嘿，好。惊着吼，伊唔那样讲话，而且伊声音嘛甲三台的一模一样嘞。那安尼你敢有熟悉叫做杨三太啦？无熟悉啊。三太子，吼吼！啊！喂，你啥？伊就是我之前捌甲你讲过，阮卖店的清洁工啊，就是伊手术啊，阮开播的时阵用红色元素的李可修啊。对。而且伊新闻顶的新闻证哦，嘛是写李可修，唔是有三台，好啊，咱莫阁想啊啦。